秦门红茶，来一杯。江总，您应该知道我这人特专一啊，这红茶我是真喝不习惯。这也好，这会让你很专注，但是有时候也未必。江总，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的？滕总，最近 B 组的物流分拣项目进展的不是很顺利，思路倒是很正确的。 但是实现起来，B组的执行能力不如你们 A 组。你可不可以带 A 组支持下 B 组，帮着理工做一些项目框架？首先，我特别想帮助理工还有整个的 B 组，但是现在问题是，整个的自动驾驶项目进入了一个非常的阶段，老板，我真的抽不出身啊。这确实很重要，我也知道，你们连续加班了3天3夜。 各部门都很佩服你们的精神，但佩服归佩服，我们还是看结果的。是不是徐总跟你说了什么？这不重要。你们连续奋战，也依然没有突破，这结果显而易见的。所以，你还不如抽一部分精力到 B 组，这样也提前进入 物流分拣项目，我可以向全公司表示，你是为了公司利益做出了牺牲，这样既保全了面子，哎，又顺理成章的往下走。江总，我觉得有事我必须要说清楚。首先，咱们这个事情是约定好的，对吧？我还有时间呢。好，江总，麻烦您帮我转达给您的好助手。 我还没输呢，那么严肃干嘛？那继续加油吧。谢了，江总。娜娜，哎，帮忙接待一下。好，哎，我帮你介绍一下吧。好的。 大哥，上班呢，干嘛呢？忙着呢。我跟你说，我买了一大堆东西，亲自送到他宿舍了。我这么用心了，他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啊？他要是表态了，能接受你的心意了。他现在跟你玩矜持啊，这是拉锯战。你要是表态，那你肯定先输。真的假的？那我该怎么做？欲擒故纵，守株待兔啊。你到底靠不靠谱啊？啊？ 哎，我不跟你说了。大爷，谁呀？啊？哦，关老师啊。 我这个钢笔掉下面了，怎么找也找不着。笔掉了？哎，我来帮你捡吧。掉哪边了？谢谢啊。没事。掉哪儿啊？知道呀。哎呦，不好意思。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找老板。哎，在这边呢，在这边呢，我来给你够。啊，好好好。哎，郭老师。 你腿长胳膊长的，比例真好。哦，我是说，这个也只能您办得到了。是这个吧？啊，是，谢谢。没事。哎呦，干嘛呢？哎呀，这。 宋老师啊，崔老师那个笔掉桌子底下，我帮他捡一下。捡笔啊，捡起来。孙主任啊，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你看你是现在去呢，还是再捡一会儿笔？我现在去。你怎么还来呀你？怎么回事啊？特别尴尬，捡半天了。我就让他给你捡。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麻烦您二位让一让，别蹭到您二位。我鞋跟高，拿的东西也多，请工程师让一下。你路子那么多，直通云霄还用不着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哼，也对啊。徐总最会装傻了。王秘书，我来帮你了。来，谢谢。等一下，不是怎么着，我过还不行啊？哎呀，徐总，您的裙子，对不起对不起啊！连打印机都看不过去了，王秘书，你要好好跟徐总道歉，要不然等一下上层找你聊天啊。对不起啊，徐总。主任。顾总啊，你怎么像个犯错的学生似的？主任，上次公开课，因为我的私人原因给搞砸了，我真的很愧疚，我真的不太好意思面对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会再给你找机会的。感谢主任。行了，好好上课，对你的学生负责，就是你的感谢。金老师，上午的事儿我们可都听说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喝你和郭老师的喜酒啊？就是，你们别胡说了，我跟郭老师啊是再纯洁不过的同事关系。哎呀，要我说啊，崔老师，你就是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郭老师对你怎么样，我们几个明眼都看着呢。真的？郭老师啊，就是太害羞了，一个大男人这么腼腆，他呀，明明就是喜欢你。你和郭老师真的很般配，你们俩就是需要这么点机会。对。杰森哥，你有空吗？我想跟你聊聊。好啊，走。哎，你那冤家都下班了，你什么时候走啊？你等我一下啊，把这个紧急的文件回复完，我们就可以下班了。我觉得你得当心点啊，要不是今天我来给你救急，你下午怎么上班啊？哎，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啊。什么问题？他是不是喜欢你啊？你想想啊，在三亚进了你的屋子，睡了你的床，在公司又故意跟你起争执，引起你的注意。之前是拽内衣袋，现在撕你衣服了。他绝对喜欢你，岳大小姐，别编故事了，写剧本呢你。一会儿请你吃顿大餐，算是还你千里送一的人情了。行啊，吃什么呀？几星餐厅啊？你可别欺骗老娘感情啊！上海夜宵随便选，可。快点吧你。咱们啊，老谭，还是老规矩老项目啊，哥们儿兄弟心碰心，说完之后有什么不开心的不愉快的全都说出来，结束之后再慢慢吃慢慢喝。那我先说，今天小优啊，停，这个就不用说了啊。
我凭什么这个不说呀？你凭什么要说这个呀？人生啊，就跟连续剧一样，你那个人生啊，就跟动画片一样。你去你的，你！我不说了。哎，别笑了，喂，到你了。今天江胖子找我聊了很久，他知道我实验失败的事儿了，就是因为那个女魔头。这就是你说的角色餐厅啊？对啊。哎呦喂！哎，来了两位，来进来进来，请进，请进，来，我给你们加两把凳子。你们真是五路俱全啊！哎，你们不是跟小童一块的吗？我们不是一起的。啊？咱们换一家吧。就在这儿吃。哇，坐坐坐，请坐请坐。曹操到，来看看单子，有什么好吃的呀？哎，你看你想吃什么呀？要不跟上次一样吧。好，上次上次。上次。上次什么上次？什么情况？就是一次偶遇。不是偶遇这么简单吧？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和他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了。欢喜冤家相爱相杀的，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惊天大秘密？欢喜冤家，要不要我把你的李杰森叫过来？姐，但你知道江大凯、江胖子他为什么要找我谈话吗？嗯，就是因为你老同学。徐多不是这种人啊，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不是郭老师，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哎，你是哪波的？你是？哎，那个，咱们换个地方，别到这儿吃了。不是，为什么咱们要走啊？要走他们走啊？实在不好意思，你们刚才点的东西都卖没了。你们家串不是最好吃吗？是挺好吃的，就是刚才来了一大波人，一下给吃没了。倩倩，咱要不然换一下吧。我们这儿有面条，要不一人煮碗面条？面就面，老板上面。那要什么味的呀？什么都行。好嘞。不是你什么情况啊？现在咱们走就输了。头。听见了吧？烧烤都没了，没吃的了。知道这叫什么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一个！一帮臭男人，有的是。完了，他们那儿没什么吃的了，要把他们叫过来一块吃吧，就当给我面子吧。后面，哎，徐导，你哪位？哎呀，过去吃吧，我们这边什么都有。不去啊！来吧。既然你们邀请我们呢，我们就不客气了。但别以为我们吃了你们一顿，好像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我们吃完就走，餐费也是可以 AA 的。我是看倩倩的面子，要不然我不会坐在这儿的。哎，许多许多，你赶紧吃吧，要不然一会儿这些串都该凉了。哎，看你这状态，你彻底失恋了吗？你吃不吃？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我可没吃，我喝酒呢。彤儿，嗯，你也少喝两杯吧，最近都没见你好好吃过饭。童宇，你要不吃点东西吧？徐总，我告诉你。这怎么了？这睡着了？怎么？不是他的酒量啊！装醉了。哎哎，这会儿不用装。我心跳这么快啊！哎，童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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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童宇，喂，童宇，喂，没事吧？这好，再打幺二零。怎么了？打幺二零。好好好，等会儿啊，等会儿啊。看看，哎，我们抢救呢，你是谁啊？医生，进去吧。好。
哎，不好意思，这边你们不能进了。这怎么回事？这好端端的头怎么就倒下了呢？他上周一直在忙，也没怎么休息，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啊。你们谁是同一家属？啊，我是。我是。病人没什么带，就是目前身体状况不太好，出现了低血压的症状，导致脑供血障碍，所以才会发生刚才的晕厥。这之后呢，一定要让他注意身体，多加休息。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去办一下入院手续。对，我去了。没事，大爷，走吧。啊？这没人不太行吧？要不等他们回来吧。你挺关心他呀，啊？家属。倩倩，他现在是个病人。病人。哎，我妈电话，我去接一下。白医生，他这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你算是找人休息一下吧。老妈呀，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别催我了，我恋爱了。嗯，真的？真的。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早上发过来。亲爱的伯父伯母，你们好。十一假期因为工作的原因，没能和童宇一起去家里看望二老，这么懂事啊？嗯哼。我想跟姑娘视频一下，我想看看她，当面啊也和她问个好。不是人家工作忙呢。哎呀，问问问问。我试一下吧。啊，来，快。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那个，我不是坏人，别紧张啊。我就说一句话，就是我演我哥们的女朋友给我哥们的妈妈发了个信息，哄哄老太太。但是问题是，他妈妈一高兴嘛，就打了个视频过来看我，那么穿帮了吗？能不能帮我接一下？你们这样骗家长不太好吧？是不太好，但是问题这年头找女朋友很难的嘛，江湖救急行不行？就算是谎言，那是善意的谎言，是不是？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阿姨你好，我是童的女朋友。哎哎哎，有空来家里玩啊。嗯，那个行了，那个不打扰你工作了啊，谢谢你啊，再见啊。哎，妈，打个招呼。哎，再见啊。 OK，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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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麻烦把我的手放开，胳膊都麻了。哎，咱们俩之前是不是有视频过呀？什么？就那次视频还有爸妈。医生啊，他是不是脑子摔坏了？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是向小飞，就是跟我打视频电话。不是，咱们一起吃饭那我哥们儿。谁是向小飞我都不知道，还很多年前。医生啊，他可能脑子真的是摔坏了，你们这儿有什么脑 CT 啊什么的，能不能给他检查检查？这个你不用担心，他只是现在身体机能还不够稳定，会产生幻觉，这都很正常，多加休息就好了。不是，真没见过吗？
用这种方式套近乎也真的是有意思。哼，你刚才是不是做梦了？嗯嗯。难怪你一直抓着你朋友的手，你女朋友一直不敢放呢。医生，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俩就是同事，不太熟那种，关系甚至还挺一般的。嗯，很生疏。非常生疏。今天白医生应该是休息的，是被医院特意返聘回来给你做了检查，你要谢谢人家。不用谢我，作为医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好好休息就是。谢谢你啊，白医生。喂，这我陪护啊。好，那我挂了。怎么了，医生？探视时间过了，刚才你们那些朋友都被前台拦下了。什么？他们得进来替我呀。白大夫说了，病房里有人陪护，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哎，前面那位女士，探视时间过了，你去哪儿啊？去303啊。怎么又是303啊？赶紧各回各家吧。说是探视时间过了，我们也被拦下来了，不让进。你们仨故意的吧？买什么宵夜啊？没安什么好心吧？谁故意的呀？你以为我们愿意让童跟你们家那位待一块儿啊？我们还吃亏呢。他吃什么亏啊？他又不是没前科。你们家那位才有前科呢。这是住院部，你们几个要吵出去吵，赶紧走吧。这是医院的规定，过了探视时间只能留下一位家属作为陪护。你不是他女朋友吗？我不是医生，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不是他女朋友。我们俩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同事，而且关系还不太好。对吧？对，你说我照顾他，你怎么？没关系，你如果不想照顾，你现在可以马上走。我跟你说，我身体很 OK， 可以吗？抱歉啊，那是我误会你们了。但是今晚可能只能你留下陪护他了。一会儿这个点滴打完之后，你安灯，护士就会过来。我还要去别的病房看看，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辛苦啊，医生。什么事儿那么开心？说出来分享一下。你不觉得我来陪护你，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这种笑话还憋出来分享了？我怕我笑着笑着死过去。好，这是你说的。我说的，怎么了？不是要走吗？不要误会，我只是怕我走了，你真的死在了这里，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你确定你今天晚上就是我的陪护吗？怎么？我现在想嘘嘘。怎么了？手啊，针头啊！不是你这么就掀人家被子，我这里边没穿衣服怎么办啊？你要是里面没有穿衣服，那证明白医生已经检查过了，那白医生都能看，我为什么不能看呀？哎，你倒还挺开放的。来来来。
管，哎，小心点，哎，哎哎哎。谢谢你，护士。不客气。好了，吵也吵了，尿也尿了，折腾半天，好好睡觉吧啊！有事喊我。你过来一下，过来啊。你怎么了？你再动一下，我就报警。你想什么呢？你不是让我睡觉吗？对不对？睡觉不脱衣服呀？看你整的那么夸张的，不知道你这脑子里一天想什么呢？我真后悔今天晚上做的那出。我真后悔让你看了我的实验。我懒得跟你解释，但我没有告诉江大凯。哼，你们俩这关系啊，都懂。我们俩什么关系？我不懂。你说呢？你要干嘛呀？我警告你，不要信口开河。如果我说的不对，你这么在意干嘛呀？生气了？你总是这么无中生有，我只能说你是在用激将法，故意让我靠近你。你吃醋了，对吗？不。我瞎吗？你三番五次的找我歇茬。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你那么在意我和江大凯的关系干嘛？你特别在意我，对吗？对，我很在意你，因为你是我的绊脚石，我能不在意你吗？是你说的，你在北极，我在南极，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是怎么碍着您的脚的？你这个南极的企鹅游到了北极来，遇到了我这个北极熊，我当然要把你吃掉。好，你好好吃，别噎死你。有事我认真跟你说，你要答应我。说。我今天晕倒的事情不能让公司任何人知道。你醒了，你朋友已经走了。一会儿再做一个简单的检查，你就可以出院了。但是出院之后一定记得，不管工作再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能再熬夜了，更不要住在公司里。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你上周的工作时间表，你朋友写给我的。你的作息时间真的是太可怕了。白冰，宁，白医生你好，我叫童宇。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您怎么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好人？谁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没什么，开个玩笑。对了，我们加个微信吧。如果你出院后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在想，咱们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头，女魔头呢？啊？是这样啊，就是为了可以及时沟通关于她病情的一些事情，咱们俩可以加个微信。小白，医院的发扬什么风格？这我单身，我加个微信有什么问题？别闹了，你快。那没有必要了，我们已经加过了。哎，这样。
不是你俩干嘛呀？人家医生，我是病人，人家关心我的状况。不都家属加微信吗？赶紧吧，帮我收拾东西，出院了啊！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自个儿都会是不是？你自个儿加可以啊。儿子说，哎，自个儿收拾啊，自己收拾。你俩昨天没发生什么吧？没有，就睡觉了。睡觉？看你这脑子里边一天都想什么呢？你兄弟这么难受，这夏小飞也不过来看看，在那会八卦。红儿，其实我觉得你俩昨天应该有挺多话说的。郭老师，我跟他其实真没有那么多话说。你俩之间啊，就是误会太多了。你看，这常言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昨天晚上是个机会，万一有转机呢？其实你俩关系缓和了，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儿。你就是压力太大了。那你昨天晚上能晕倒吗？我还真是挺担心的。哎，对这个我同意啊，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哎，我知道你工作卖命，对不对？但是也没必要这么卖命嘛。哎，你听没听说过新闻？什么很多人就过劳猝死了？你这闭上你乌鸦嘴啊！闭嘴闭嘴闭嘴！哎，彤，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后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干脆我把许多也叫过来吧，也算是感谢一下人家，人家毕竟陪了你一晚上啊。哎，你要不表态的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啊。哎，不过咱们先说好了啊，你跟小飞也说一下，嗯，这桶刚出院，嗯，身体也不行，我的局就是绿色养生局，不喝酒，只喝茶。同意。先生，您的酒，这才对嘛！过生日哪有喝绿茶的？当然喝啤酒才够劲呢。就是呀，郭老师34岁生日 ，double 17岁，语气就该 double 的喝呀，喝什么茶呀？这咱们那天不都说好了绿色养生局的吗？郭老二，这不都是绿色吗？你少喝点啊！今天可说好了，出了什么事儿可不算工伤的。现在是下班时间，徐总，你管不了我吧？不是，再说了，你少喝了吗？我不像某些人三杯就饱。哟，叫板。哎，别自己跟着闷头喝了，赶紧先把正事办了。去去去，去啊！徐总，我过来敬您一杯酒。来开，你俩可以喝，但不用每杯都干了，不用干啊。别管。我刚才敬你这杯酒是敬，那天晚上在医院你照顾了，但是你千万别以为那天晚上你照顾了我，在公司的事情上我就可以妥协了。没有人可以动我的项目，那天的实验失败，它只是一个意外。难道你认为我照顾了你一晚上，是为了让你跟我妥协，对吗？这是我对您一贯的理解。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想我。好，我认。不过刚才那杯酒不够谢我照顾你一晚上的。
够吗？别喝那么多，吴老二，你别管。哎，啊，你只要负责开心就行了，今天晚上，啊。哎呀，行了行了，生日，你别管他了吧。来来，哎，不是，我过生日啊，干嘛都不让我管啊？行，我不管了，行吧？那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带着我呀？我可不答应啊。哎，还有我了，我觉得是这样。哎，许小姐酒这事儿呢，肯定不能落我一个，是不是？哎呦，我一起加入，一起加入。何子虎来欺负我们家许多是吧？一起喝。哎，你别乱说话啊！没有欺负，我们只是敬酒。那不行，一起喝。来，行，一起，一起喝吧。哎，一起喝，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ie up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Except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 我觉得上个厕所啊，对吧？我陪你。哎，不用。哎，一人行吗？来，生日快乐！哎，停电了！灯怎么？哎，怎么停电了？谢谢，我先许个愿吧。许个愿。吃蜡烛啊。快吹蜡烛啊，郭老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不对劲儿了？有什么不对劲儿啊？吹蜡烛啊？没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啊？郭老二，快点！这还有呢。我突然想，要是时间能够停在这一刻就好了。这一晚，灯光、酒精、欢声笑语，每个人身上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人们往往被这种即时而短暂的快乐麻痹，而忽略掉了一些更深的东西。等到恍然大悟那天，为时已晚。人常说，盛极必衰。那么后来发生的种种意料之外，让这一晚成了那个盛极。昨天的事，昨晚怎么了？什么也没发生。时间不早了。
赶紧吧。这在这儿啊？又不是第一次了。总是特别习惯。你到底行不行？你别装了，其实昨天晚上喝醉酒的人不是你，是我。